看一下 K 神操作。学 W 是高手学的。你是什么高手啊？往前冲，往前顶。你是什么高手？你高手？你劈手？哦，还可以啊。啊？啊？啊什么？啊什么？这竹筒没意义吗？哦！我操，竹筒学 W， 这就很不应该呀。啊！老子没蓝了！我操！小林，哪这么简单？哪什么？就这么简单？哪？不算不算不算！别骂我！不算！哎，这把真不算，这把真不算。这对面是谁啊？对面？这么简单、啊？哎，简简。拉老子！不是老子玩贾克斯，怎么都能虐越尼塔莎呀？对面是谁呀、啊？节奏啊，节奏是，这是，这就是主播吗？哦哦，想起来了，以前打过辅助。哦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我记性不太好，对不起。这个 K 神还可以啊，他操作海线，操作在线。卢奇说来一把，兄弟，他真来不了，他来老子要被打到红喷。真叫卢奇来一把，他来了，会虐老子，他来老子要被打到红。哎，真把我把马斯洛接了，真来一把，老子看一下。我只虐你节奏，妈叫什么帮手啊？虐的就是你。我喜欢叫。那为什么又来这一局？一级技能都学错了，妈老子学不学打，我把他当高手了，我把他当菜逼早把虐了。你放你别叫了，你勾吧，一级学。给你真的会心啊！哎，怎么说嘛？怎么说吧？啊，就没功夫，我来不了。我明啊，如果昨天赢了，我就来了，真的，可惜。怎么说嘛？兄弟们，怎么说啊？不排不进去啊！这傻逼服哦，哎，完了，我感觉我的素质越来越低了，不能这样子啊！主要我没古斧，然后大家懂的，我没资格啊。昨天因为输了，输给 K 皇了，不行，真来不了。只要来了，这个 K 神现在有这么机械，我还把他自行打没。嗯，我觉得 K 神还可以啊，这个武器。老板顶级中单送一镜，谢谢，送最高能预警，谢谢老板啊。哎，你一下怎么样？哎，老子把你杀了算了呀！来嘛，你杀老子啊！哦，这么细，月桃没来了。我不敢，我看不了了，兄弟们。这个节奏哥不是打辅助的是吧？我觉得 K 神怎么找个辅助打 solo 啊？这很不合理，你们知道吗？